点像咖啡豆沙咖啡粉的颜色，好美哦。首先这材质不易皱，又冰又凉，但是它很挺。之外呢，它的折位非常的明确清楚。然后呢，来所有的臀、屁股、肉全部一样在里面，而且它不是一件很小件的，孕妈咪也可以穿。可是以妞儿 S 号身材，哎，你看穿起来好像没有大的感觉哦。我的身高161公分，今天一样穿平底拖鞋，小个儿大概落到我脚骨的位置吧，再长一点点，不至于拖地。好，所以高个儿、小个儿，或者像妞儿160几公分的女生都适用。那侧身呢、啊？我觉得它这边都做得非常舒服，里面的背心完全高弹冰凉，反正它就是一个附加价值，送给你一个小背心，你想要穿搭就穿搭。家里有皮带、腰封的粉丝，把它拿出来。好，稍微给它塑起来一点点，它就可以变另外一种比较有一点点再有腰身的洋装。它的肩带不能调整，但是呢我很确定它的空间感一定够，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。而且它布料非常挺，你看哦，你没有看到它任何一点皱褶的感觉，它非常非常的挺。黑色一样很瘦，腰线一样帮你做好，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它的压褶非常的分明，它真的不要做任何的绑带，我觉得就很好看，它就还是瘦不会让你们觉得哎，没绑带好像就是人宽宽的胖胖，它一样是非常非常修身的，而且很凉，然后重点是百褶，褶位我觉得都很漂亮。